一分钟教会你冬季丝巾保暖实用细法。将方巾卷成条状，两边铺开，捏住杆褶，皮筋固定住，扯扯开花边，整理一下，对角对折，将角翻过来，捏住杆褶，皮筋固定住，捏住左边和中间的角，向后打个结就完成了。对折捏住杆褶，皮筋固定住，分别拿住两边的角，向脖梗后打个结，最后扯扯开，整理一下就完成了。对角捏住杆褶一下，捏住末端一角向后绕，将脚拉出向后打结固定住。记得点个关注，方便想学找得到我。